那个补课的话，就礼拜天好了，礼拜天下，一点开始上啊，礼拜天下午1点到那个4点，我给你上1点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上一次讲到哪里？啊，第五页上，上一次讲到第五页上。好，第五页的哪一题？啊，那个第九题还没讲吗？好，啊，对了，过来你把那个电话留一下，我那个哈，万一那个礼拜天下午，万一如果有事情的话。因为现在那个学那个哦，家长学生哦，那个，唉，就有的时候哈，我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就是上一次拿一次钱，他们打电话来的话，那我再去上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赚外快。上一次我还上了2个小时，赚了1000块。好，我先来看这个例题九，好，万一的话，如果有这坏块的时候，我就会另外找时间给你补了，好。我们刚才某人购买一栋房屋了签约时他限了。先付了100万了哈，100万了哈，签约的时候先付100万了，这个已经先付出去了。然后余款呢分12期啊，余款分12期呢还清了，以及这12期款哈成等差数列的哈，前两期哈 ，A 一哈加上呢 A 二的话就是 A 一加上 D 嘛哈，这第二期嘛，这等于30.5万，兄弟，那三四期第三期的是 A 一哈，加上二 D 嘛，第三期嘛，加第四期 A 一加上呢三 D 第四期哈，这个是付28.5万嘛，它是越付越少，所以这个公差应该是付的啦。折此栋房屋呢总价多少啊？好，那我们把那个 A 一哈算出来，把 D 也算出来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先算 D 好了，一减的话 ，A 一可以先消掉，这里有两个 A 一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个 D 减掉5个 D 嘛，所以是4个 D 嘛，我负4个 D， 这样一减多少？这样一减多少？30.5万减28.5万多少？是不是等于2万嘛？是不是？所以 D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负0.5万，等于。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，那现在是分20期那个还完嘛？分20期还完的话，那问总价嘛。所以我们知道 SN 哈 ，SN 的话哈，多少就是等于这个 AE 嘛哈，12分之12期嘛，2AE 哦，对 AE 还没算哈 ，AE 我们把它算出来，这负0.5带进来嘛 ，2AE 减掉0.5哈。等于30.5了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2A1 哈，等于31，也就 A1 等于多少呢？15.5了 ，A 等于15.5，好，那乘以 A1 嘛哈 ，A 是15.5了哈，这是15.5，再加 N 减一 D 啊 ，A 是12期嘛 ，N 减一 D 啊 ，D 是负的0.5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没有包括这个，等一下还要把100万给加进去，这是头期款。那另外分12期的话，那个是尾款，这个是尾款，这个是尾款哦，尾款分12期呢付了所以这是6，乘以多少呢？这是31嘛，31减掉多少？这0.5对吧？这11嘛乘以0.5，5嘛就5.5了，所以是负5.5万。
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三十一减五点五嘛，这是五二十五点五哎，我要乘以六，我六三十，六三十一三六二十二，十五多少？一百五十三了哈，一百五十三嘛，对吧？这好像有算错哦，这多少？哦，分二十期哦，不是十二期啊，分二十期哈、哦。你讲说怎么来乖乖？啊，我爸看成十二期啊，分二十期啊，所以这是二十期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十，好，这三十一没有问题哈，这多少？哎，十九乘以呢多少？十九哈乘以那个零点五吧，是不是？十九乘以零点五，往负的啦。五九四十五即四，五一五多少？五一五是九了哈，九点五，负的九点五。那三十一减九点五哈多少？五，大家洗一，二十一点五了。所以十乘以二十一点五，所以两百一十五万了。尾款是两百一十五万，所以那个。合了哈，就等于一百加上两百一十五，就等于三百一十五万了，有底，好，三百一十五万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呢例题十，你叫沈玉贤哦，你认不认识沈武贤？不认识哦应该是不认识的，因为你们两个长得非常不像那个就是我前年吧，前年他是高一的时候，现在已经高三了，他让我教，然后那个暑假有教哦，他第一次月考就考一百分，考完一百分就不补了。我看你是，我们看数列了哈。数列的话呢，一哈一了哈，二一了哈，一二了哈，一三二二三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看哦，这个它有什么规则哦？它的规则是这个样子的哈、哦。你看哦，第一组一个啦，第二组两个，第三组三个嘛，那以此类推啦，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，那我们知道哈、哦，比如说是第二组嘛，第二组的话，那分母是从一到二啦，第三组分母是从一到三，那第四组的话，当然啦、啊，第四组的话，它的分母哈、哦。也一定从呢一哦到什么呢？到到四嘛，啊这个是四到一啊，以此类推这样子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，他问吼7%啊，7%的话吼，这个是第几项？我们现在看7%的话是第几组哈？7%啊，7%的话第几组？我们看啊，第二组的话，分子加分母加起来要是3的。这是第二组哦，那也就是说呢，你七加八加起来是15嘛，这应该第几组？是不是第14组？对吧？好、哦，这第二组的话，它分子加分母加起来是三，好、哦，这是第二组，这第二组了哈、哦，那这是第一组嘛？那第三组的时候的话哈、哦，它的分母加，分母加分子的话加起来多少？加起来是4啊，所以组数啊哈。啊，跟什么呢？没有，这个是第三组的哈、哦。第三组的时候的话，分子跟分母呢加起来的话呢，分子跟分母哈、哦、加起来是4啊，兄弟，组数呢比什么呢？比分子加分母加起来呢少一啊。所以这组数的话哈、哦，组数的话哈、哦，组数哈、哦、比分子加分母加起来少一啊。所以这是第14组，
那第十四组的话哈，它一开始的话是吧？一开始是从来一到多少呢？到十四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从十四呢到多少呢？到一啊。好，那八分之七地项，八分之七的话是这一组的第八项嘛，这是八分之七啊。反正这个加这个一定就等于十五嘛，是不是？点点点，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啊、前面的话有几组？前面有呢十三组了，这是第十四组嘛。前面十三组的话，总共几个元素？第一组一个嘛，第二组两个，第三组三个嘛，一直加到第十三组嘛，对吧？哦，前面的还慢哈，前面的十三组的话，总共几个元素？就是二分之 n 加一嘛 ，n 几十三 ，n 加一几十四嘛，七，所以是十三乘以七呀，二十一，九十一啦。所以呢，第十四组前面的话哈，有七十哎九十一个元素啊，写错了，对吧？第十四组的前面哈，总共有九十一项，那九十一项的话、啊、再来加到加八项，就等于八分之七了。所以你就九十一哈加到加八项，所以是九十九了，第九十九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听得懂吗？再讲一次哦。好，你看吧，你看它的规则了哈。它这数列的规则的话呢，可以分成呢一组一组了。第一组的话哈，它是一个嘛；第二组两个嘛；第三组的话三个了，对吧？然后第四组有四个。然后呢，它每一组哈，它有个特性，就是说从一啊到呢组数了。一到组数了，兄弟，哦，第三组啊，它就从一到三，第四组的话呢，它就从一到四嘛，兄弟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它的特性就是说哈，每一组哈，它里面的元素哈，分子加分母的话，都比组数多一啊，都比组数多一嘛。那它现在要问什么呢？问八分之七哈，这个是第几项嘛？那我们就先讨论一下，先找找看嘛。它是在第几组嘛？它在第几组？你看哦，八加七就是刚好是十五嘛。那十五减一就是组数了，就好像呢，这四加一嘛是五嘛。哦，啊下面一项的话写二分之多少？二分之三嘛。再多少？再等于三分之二嘛。这加起来都是五啦，这加起来五嘛。那五减一才是组数嘛。这一样啊。这七减八嘛，七加八，七加八十五嘛，十五减一的话多少？十五减一就十四嘛，所以这个是在第十四组了。兄弟，这第十四组的话哈，是从哪里到哪里呢？从一分之哈十四啊哈，啊二分之呢十三，啊三分之十二，哦点点点，然后八分之七啊，好、哦，啊再来多少呢？这是七分之八，啊点点点，啊到多少？到是那个，哎，这应该是越来越小，啊这应该越来越大，这是九分之六了哈，这应该是越来越大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嘛，九分之六了，这上面是越来越小，到一嘛，啊下面越来越大，到多少？到这个十四了，这样比。好，那八分之七呢？是第十四组的什么呢？第几项？第八项。哦，第十四组的第八项。那对全部而言的话，它是第几项？所以你要把呢前面十三组的项数把它累积起来。前面的话总共有十三组嘛，对不对？它前面是不是有十三组？因为这是第十四组啊。那听我。啊，前面有十三组嘛，前面十三组啊，总共几项？第一组一项嘛，第二组二两项，第三组三项，第一组四项嘛，一直加到第十三组嘛，这第一组一项啊，第二组两项，第三组三项嘛，第十三组是十三项嘛，对吧？所以十三组以前的这总共项数就这么多，等于九十一项嘛。十三组以前总共九十一项嘛，啊加多少？加一到八嘛，八项嘛。就到达八分之七了，
两笔，没问题吧？这没问题哈、哦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呢第二题啊。这题目可能会比你们学校稍微难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是稍微难一点的。我们看看呢第二题哈、哦。好，第二题的话呢，他问什么？第200项多少了？好，那第200项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先来看看哈、哦，这是一啊哈，这是刚把它擦掉哈、哦，实在是二分之一这样子啊、哦。啊，这是1/3，2/1，3/1这样子，点点点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第200项的话等于多少啊？2/2。啊？1/3，2/2。哎，2/2，对啊，2/2，谢谢。对吧？3/2，1/2/3嘛。好，第200项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哈，它应该在第几组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来前哈，比如说它在第 N 组好了。那么它前面的话哈，总共有 n 减一组嘛，对不对？它前面有总共 n 减一组嘛，那 n 减一组的时候的话，它的项数是多少呢？项数是2/2多少呢？2/ n 减一嘛。哦，假设它在 dn 组嘛，对不对？它在 dn 组的话呢，它前面有呢2/ n 减一啦，对吧？好。那它在 dn 组的某一个嘛，是不是？这某一个它是第200项，所以这200的话一定大于多少？一定大于这个东西嘛，是不是？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就是说呢，200哈，它会大于多少？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哈 n 也找出来嘛，就最大那个 n 找出来，它大于多少？2/2多少呢 ？n。n 减一啦，没问题吧？有问题。那我现在来判断一下，它在第几组啦？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多少？就是等于那个，400了哈。它大于 n 平方哈，它减 n 啦。也就是说呢 ，n 平方呢减 n 哈，一过去啊，减400嘛哈，多少呢？小于零吧？是这样子。对不对？对吧？好、哦，不过我们稍微那个一下，这个400的话哈，400我们稍微什么呢？稍微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啦。因为这大于多少？大于那个 n 减一嘛。那这个 a 等于是 n 平方啊，所以是200的话，你看哦 ，n 带多少 ？n 带20的话 ，n 带20的话刚好嘛。n 如果带20的话 ，20 乘以19嘛。这个是不是大于它，对吧？所以 n 是等于20的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好、哦，就 n 最大的话是20嘛，所以是 n 的话是20啊，也就是说它在第20组。好，那第20组的时候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哦，第20组的话哈、哦，它等于分子消分母的话，加起来应该多少？21啊，哦，它在第20组嘛，是20，对吧？然后再来的话呢，20、19、2，点点点这样子，在第20组。好，那么它的第20组之前的话，它的项数有几项啊？它的项数有2/ n 嘛，哈 ，n 等于19嘛，它加多少呢？它乘以多少？19，这前面有19组嘛 ，n 加一嘛 ，n 加一等于20，所以前面的话已经有几项了？190项了啦。哦，前面的话哈，前面这里有已经190项了，所以后面这个是吧？他说第200项嘛，第200项的话，也就是说这一组的第10项，那这一组的第10项的话是等于10/10多少嘛？是不是？那这两个加起来21啊，所以这个加这个要21嘛，所以你21减10嘛，这应该是11啊，所以就是这一项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所以答案是10/11啊。好，我们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谜底11。
好，例子十一，它说数列哈 ，A 满足哈 ，A 一加上二 A 二了哈，加上三 A 三，加上一直加，加到 n A n 呐，好，他说呢，这个等于多少哈？这个他说哈，是等于呢 n 平方呢加三 n 加一啊，哦 n 要大于等于二，他现在求 a n 呐，好。那这我怎么做哈？我这样做哈，S n 哈 ，S n 这是等于 a 一加二 a 一啊，二 a 二哈，一直加，加到 n a n 啊，那就等于 n 平方加三 n 加一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我把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哈 ，S n 的话哈，我把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，哦，一减就好了嘛。SN 减一啊哈 ，SN 减一的话等于多少呢？这就等于 A 一哈，加二 A 二嘛，一直加，加到多少呢？这前面应该还有一项哈，再多写一项哈 ，N 减一 ，AN 减一啊，一直加加到 N 减一 ，AN 减一啊，对不对？那一减的话等于多少哈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等于。n 减一的平方加三倍的 n 减一加一，那我一减呐、啊，但是一减的话等于等于 n 的 a n 呐、啊，一减多少？这个减这个多少 ？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就 a 减 b 是一嘛，乘以 a 加 b， 二 n 减一啊，那加多少？这个减这个等于三嘛，这个减这个等于零，所以。a n 乘以 a n 的话等于这个，这个等于多少？二 n 减一加三，这加二了，所以 a n 等于多少？就等 n 分之两倍的 n 加一了，这就第 n 项，没问题。这样子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例题十二。例题十二啊，例题十二，他说哈，介于呢二的十次方了啊，啊与呢这个呢二的十一次方哈之间的自然数哈中为三的倍数了，形成数列 n 了哈，那 a 一多少？那最大的那一项是多少？总和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到他说介于这个之间的什么呢？三的倍数啊，那我可以写成三 k 嘛。对不对？那我再看看呢 ，k 从哪里到哪里？啊，二的十次方小于三 k 嘛？啊，小于那个二的十一次方。那我来看看呢 ，k 的范围啊 ，k 它是小于三的二的十一次方，大于三分之二的十次方。好，二的十次方多少呢？我知道二的五次方是三十二。那二的十次方等于三十二乘以三十二，等于多少？二得四嘛，二三得六，二三得六，九嘛，四十二十二积一零二四啊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零二四哈，小于多少 k？ 那小于多少？一零二四再乘以二嘛，好，一零二四再乘以二的话是多少？就是二零四八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哦，那这个最大整数多少？我们看哦。一零二四呢除以三，三三得九，十二嘛，三四十二，啊三一得三嘛哈，啊三一得三，一二三嘛，余一，也就这个是三百四十一，又多少呢？三分之一啊。那这个一定要比它大的整数嘛，所以这个要大于等于它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要大于等于比它，它再加一嘛。大于等于三百四十二了，哦，因为它要比它大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三百四十一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三百四十一比这个小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它要比它大嘛，啊，这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哈，这是二零四八除以三嘛，三六十八对吧？二十四，三八二十四，
八三二得六，一二，这是啥？六百八十二又三分之二。那因为这个东西要小于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于它的最大整数多少？最大整数当然是六百八十二嘛，所以这小于等于六百八十二，有没有？没问题吧？那所以 k 是从342到682的，有没有？那第一项多少？这没问题啊，擦掉哈。所以我说第一项多少？第一项，第一项 A 一的话哈，就是说，就是 k 起342，这三乘以多少呢？342，这是第一项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哦，342乘以三多少？三二得六，三四十二，积三得1026，对吧？所以1026。好，第末项呢？第末项就是 k 等于682的末项哈。三乘以多少呢？682。682等于多少？有计算机啊，打一打比较快。682哈乘以三呢，等于多少？2046，这地末项，等于。好，那总和呢？总 S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二分之 A 一加第一项加第末项嘛，1026 A 加 M 嘛哈，2046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高多少呢？高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总项数了，总项数多少？682减342，啊还要再加一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前后项都有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呢1026了哈，加2046，啊等于除以二等于这1536乘以多少呢？这是682嘛，减掉342，再加一等于多少？341啊，再把它乘以多少呢？1536等于多少？等于是523776，有理，没问题吧？哈、哦，蔡老师计算能力比较差，用这个打一打比较快，有理，好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等比数列啊。你要不要买参考书？没有。没有。按你那个题目呢？题目你要做什么？你要不要再做其他题目？做学校。学校给的习题啊。嗯。啊，你有没有做？啊，会不会做？一般，一般一般。啊，不会拿来问啊。哈。嗯、不会拿来问啊。没有，在学校都有问。啊，这学校都有问，都有问哈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这个等比数列的啊。哦，什么叫等比数列哈？等比数列呢，它是这样定义的，就是说哈，我后项比前项哈是一个定值啊，就每一项哈，就是说 a 啊哈 n 加一哈，后面哈比前面的 n 哈，它会等于呢，就这是个定值就对了。会等于 a n 呢比上 a n 减一啊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说呢，它是一个等比数列啊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也就是说呢，这等比数列啊，可以写成这种形式啊。第一项是 a 一嘛，对吧？那第二项的话是 a 一呢，啊乘以啊乘以，这个假设呢叫 r 好了。哦，这 r 的话我们叫公比，哦公比就是数列的后面那一项除以前面那一项的比值啊。好，那后面那一项除以前面那项比值 r 嘛，所以第一项如果 a 一的话，第二项是 a 一 r， 啊，第三项一定是 a 一的 r 的平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项除以这一项刚好等于 r 嘛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所以等比数列的话，它可以写成啊、哦，写成这个样子的 a 一 r 的 n 乘一，这个哈、哦、这是 a 一嘛，那这个就是 a n 呐，这是 a 二嘛。它、啊、是 A3 啊，有没有？
这样子，这我们称为等比数列啊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哈，那等比数列它有什么特性呢？它有个特性哦，就是说它中间那一项哈，可以写成呢前后项的几何平均数啦 ，a n 减一啊乘以 a n 加一啊，等比哦，这证明很简单嘛，你就两个相乘嘛。a n 的平方嘛，这两个相乘，交叉相乘嘛，等于 a n 加一乘以 a n 减一啦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 a n 哈就等于开根号 a n 减一乘以 a n 加一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这个我们称为几何平均数了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，它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哈。它有两个性质啊，第一个性质就是说 a n 哈可以写成 a 一的 r 的 n 减一次方了哈，这个刚刚写的。然后第二个哈 a n 的平方哈会等于 a n 加一乘以 a n 减一，这样子，等你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例题一。例题一，他说等比数列啊哈。它依次为根号二减一啊，这第一项哈、哦，这第一项，啊再来是一，再来第二项是根号二加一啊，再来的话呢，第三项是三加二根号二，那我把它验证一下哦，看是不是真的是等比数列。首先，你把这个除以这个，一除以根号二减一嘛，等于多少？你把有理化，上下乘以根号二加一嘛，这一。它是根号二加一，没有错啦。啊，这个比这个哈、哦，根号二加一比上一，它还是等于根号二加一啊。兄弟，所以它公比 r， 这就公比 r 嘛，这公比 r。后面那项除以前面那项，后面那项除以那项，都是 r， 都是一样的数值，所以它公比是等于根号二加一啊。兄弟，好，那集第 n 项 ，n 等于多少？n 的话就等于哈，首项 a 一嘛，啊乘以 r 的 n 减一嘛 ，a 是这一项嘛，根号二减一，啊乘以呢，根号二加一的多少呢 ？n 减一次方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简化一下，我再抽出一项来哈，根号二减一乘以呢，根号二加一，啊再乘以根号二加一的多少？因为我抽出一个了，所以是少一个嘛 ，n 减二。那 a 平方减 b 平方嘛 ，a 平方减 b 平方 ，a 平方是二嘛，减 b 平方一嘛，二减一是一啊，所以这没有了，所以是根号二加一 ，n 减二，我这是第 n 项，兄弟，兄弟，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例题二。好，例题二的话，他说设有三数成等比数列啊，它的和等比数列的话我假设哈，这三项是 a r 啊，还有 a r 的平方啊，然后他说加起来是多少呢？ 28 a 加 a r 加 a r 平方啊，这是28啊，然后呢，它的平方和是336，把它平方以后加起来。这个平方是 a 平方嘛？这平方是 a 平方 r 平方嘛？这平方是 a 平方 r 四次方嘛？这等于多少呢？336了，兄弟。那他要求这个三数了，好，那这三数怎么求哈？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哈。这个我把它摆上面 ，a 平方抽出来，一加 r 平方加 r 四次方，这是336。那这摆下面 ，a 抽出来一加 r 加 r 平方哈，这是28啊，兄弟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没问题的话我现在哈把两一除，除看看好了，除看看的话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 a 乘以多少哈？平方 a 了哈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一加 r 加 r 平方哈。一加 r 平方加 r 四次方哈，这等于多少？336除以28，这好像可以除掉了。336除以28，
一二十八嘛，五十六，二是十二，等比。那这个可以约婚哦，这个可以约婚哦。怎么约哦？我看看哦，我把这个因式分解 ，r 的四次方加 r 的平方加一哈、哦，这可以呢，稍微哦，稍微那个配方一下 ，r 四次方把它写成加二 r 平方加一。那我现在加一下嘛，我现在把它减一下，配方嘛。那这是啊，这是 r 平方加一的平方 ，r 平方加一的平方，它、啊、减掉 r 平方，这样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等到 a 平方减 b 平方嘛 ，r 平方加一减 r，r 平方加一加 r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这个等到，这个等到，这个等于呢？A 好，它乘以多少哈？这玩意就是 A， 它乘以多少呢 ？A 乘以多少 ？A 乘以这个 r 平方加 r 加一嘛哈，把因式分解了 ，r 平方减 r 加一啊，啊除以 r 平方加 r 加一，这可以约掉。那约掉以后的话呢，我就得到什么哈？得到一个呢比较简单的。就是 a， 它、啊、乘以多少？这个 r 平方减 r 加一，这等于12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得出来以后的话呢，我再将这个式子哈、哦，跟这个式子来解方程，我把它除了，这个式子除以它，就得到什么呢？这个除以它哦，就变成 r 平方加 r 加一，除以 r 平方减 r 加一。这个当然了，二十八除以十二，二十八除以十二，等于四七二十八是三十二，然后给它交叉相乘，我就可以把它解出来，等于没问题吧？哦，一乘的话交叉相乘是三 r 平方加三 r 加三嘛，等于七 r 平方减七 r 加七啊。然后把它移过去嘛，这 4R 平方减多少呢？移过去 10R 减过去，移过去加4等于0了，约分2得4 25得10 2得4 2R 平方减 5R 加2等于0，这可以交叉相乘啊，21嘛，那这是21嘛，减减嘛，得 R 等于二分之一或 R 等于二，二分之一或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就开始讨论了、哦，开始讨论嘛哈、哦，当什么哈、哦？当 R 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再进来嘛，就 A 啊哈、哦，那乘以多少呢？一加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等于28嘛，这加起来多少？四分之四加二加一嘛，四加二加一多少？是不是七？七嘛，哦，二等于28，所以呢 ，a 等于多少？七七是28嘛 ，a 就等于16，对吧？那所以这个等到16 ，r 是二分之一嘛，八，啊 ，a 再乘以四分之一嘛。16乘以4分之4，所以是1684，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这是一个。那如果呢，如果 r 等于2的话，哈、哦，这个把它擦掉了哈，哦，当 r 等于2的时候呢，当 r 等于2的时候哈，带进去嘛，可以求出 a 来 ，a 1加2加4，这等于28，这等于7嘛。七四二十八 ，a 就等于4了，对不对？那 a 等于4的话，这就哪？这就是4，因为 r 是2嘛 ，r 是2嘛，就是8再乘以2 16，四八16，所以这两组答案实际上是一样的答案，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等比数列的和了哈。好，等比数列的这个公式要把它记下来，等比数列的。好，第一个公式
一加 r 加 r 平方哈，再把它记下来，加 r 的 n 减一哈，这是一减 r 分之一减的 r 的 n 次方的。好，怎么来的哈？我们证明一下。我假设啊，这 s 哈是等于一加 r 加 r 平方，一直加，加到 r 的 n 减一啊。然后把这个数列再乘一个 r，r s 的，那我故意一乘以 r 的话，把它放在这里 ，r 乘以 r 的 r 平方嘛，一直加，加到多少呢？前面的话有一项 r 的呢 ，n 减二嘛 ，r 的 n 减二乘以 r 的话是 r 的 n 减一啊，然后呢 ，r 的 n 减一哈乘以 r 的话是 r 的 n 次方，然后把一减，减下来又变到。变成是一减 r s 等于多少？这通可以消掉，通通消掉。一减 r 的 n 次方，所以呢 s 就等于多少呢？一减 r 分之一减 r 的 n 次方。哦，这个等比数列的公式哈、哦，要把它记起来。等比数列和的公式要把它记下来。表弟，教你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现在来谈谈一般公式了啊。第二种的话就是说，如果呢它的首项哈不是一，而是 a 的时候，第二个，那么呢 s 哈 n 哈是 a 一啊哈，它再加 a 一 r， 再加 a 一 r 平方嘛，一直加，加到 a 一 r 的 n 减一次方嘛。哦，这是等比数列的和。那我可以把 a 一算抽出来啊，这是一加 r 加 r 的平方嘛，一直加，加到 r 的 n 乘一嘛，那就带刚刚那个公式啊，我就 a 一，那乘一个一减 r 分之一减 r 的 n 次方，哦，这个就是一般等比数列的公式，首项啊乘以一减公比分之一减公比分之多少，这是项数啊，项数啊。它是首项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好，第二个的话，第二个这个呢，这个是 r 不等于一的时候了。如果 r 等于一的时候，它每一项都一样啊。S n 的话就是啊，它每一项都一样嘛，它有 n 项嘛，所以是 n a 一啊。当 r 等于一的时候，哦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如果 r 每一项都是一的时候，就 n 个 a 一嘛，当然就是 a n a 一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三个，第三个的话 ，a n 哈会等 s n 减 s n 减一，这是所有的数列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不只是呢等比数列的，所有的数列都是这个满足这个公式 ，n 大于等于2的哈，然后这个呢，这 a 一等于 s 一啊，因为 s 一的话只有一项嘛，那一项就是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所有的数列都满足呢。这两个式子，所有的数列，不止等比数列了，所有的数列都满足它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呢例题一。例题一的话呢，他说哈，数列 a n 为一规则数列啊，这规则是4、5、7、11、19、35了。哦，点点点了、啊，求 d n 项 a n 啊。好，那一下我们看它有什么规则？这差多少？差一啊。这差多少？差三。哎，差二。差二、啊。这差多少？差四。这差多少？差八。这差多少？差16了。啊，再来应该差32。所以你看啊、哦。这前后项的差刚好成一个呢等比数列，等比。好，那我就说啊 ，a 一哈是等于4嘛，那我 a 二哈我可以用 a 一代表，等于 a 一哈这一项再加1嘛。那 a 三呢 ？a 三的话等于这一项加2。好，那 a 四哈 ，a 四呢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这一项加4啊。a 三嘛加四，加四等于2的平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已经做出规则来了嘛？啊，点点点，
a n 减一哈，这个比这个少一啊，这是 a n 减二加呢，二的话，这个又比这个少一嘛 ，n 减三呐，那 a n 的话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a n 减一再加二 n 减二，了解？好，然后如果我说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，这个可以消掉嘛？消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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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 a n 呐 ，n 和 n 等于四哈，它叫多少？这把它加起来，这是一个等比呢数列嘛？是等比数列，好，加多少呢？一减二，公比是二嘛？然后呢，公比是二嘛？然后首项是一啦，一减二的几次方啊？总共几项啊？二的零次方到二的 n 减二嘛，所以应该有 n 减一项，那是 n 减一啊。所以 n 等于多少？哦，这是负一啊，所以这个倒过来，所以 n 等于多少呢？四加二的 n 减一，它减一啊，所以等于二的 n 次方减一加三。了解，了解吧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来看第几页。我们看例题二，例题二它说数列哈，数列中了哈 ，a 一等于一 ，a 二等于二了，啊满足什么？满足 a n 加一的平方等于 a n， 还有 a n 加，所以这是一个等比数列嘛，那它现在求什么？求 a 三的哈，还有 a n， 还有 s n 呐，啊这很容易啊。它公比 r 多少？ r 就等于 a 2比上 a 1嘛，这等于2啦。那首项是1嘛，是不是？所以 n 等于多少？ n 等于 a 1乘以 r 的 n 减1嘛，是不是？ a 是1啊， r 是2嘛， n 减1啦，这就是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S n 等于多少？ S n 呢就等于哈一减多少公比嘛 r。分之首项嘛 ，a 一一减 r 的 n 减一嘛，我的公式嘛，一减二嘛 ，a 是一啊乘以多少？一减二的 n 减一啊，所以这个刚颠倒过来，二的 n 减一减一啊，好，这就是答案。兄弟，我没有，这应该是 n 项吧？总共 n 项，这写错了。这没有 n 减一啊，哦，这个总共有 n 项嘛，它是 S n 嘛，总共有 n 项，这 n 是项数了，哦，等比数列的项数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这样有没有？没问题哈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例题三。好，例题三的话，他说哈，等比数列 n 中啊，若 S n 啊哈，等于五乘以三的 n 次方加 k 啊，他要求什么呢？求 a 一、a 二啊跟那个 k 啊。好，那 n 怎么求？哦，他没有求 n 啊，我们先把那个 n 求出来嘛，那 n 带二跟一就可以了。n 等于多少 ？n 哦。这是等于 S 呢 n 减掉 S n 减一啊，那 S n 等到五乘以三的 n 啊加 k 嘛，那减掉多少？减掉那个 S n 减一的五乘以三的 n 减一加 k， 这个等到，这个是等于这个 k 消掉了嘛，那这个减这个多少？五抽出来嘛，哦，五的多少呢？五乘以哈，乘以三的 n 减一抽出来，这剩下三减一嘛，所以这十乘以三的 n 减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吧？
好，没问题的话，那我现在哈 ，A 一等于多少 ？A 一就等于十乘以三的零次方，出来是十啊。那 A 呢 ？A 等于 S 一嘛，是不是？那 S 一带进去啊，就五乘以三的呢一次方加 k 嘛。好，那是十五嘛，所以 k 等于多少？十减掉十五啊，负五啊 k 是负五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 ？K 是负五。好，那 K 负五的话呢？那 A 的多少 ？A 已经算出来了嘛 ？A 二等于多少呢？带二嘛。十乘以三的二减一啊，所以十乘三三十。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接下来看例题四。他说哈，等比数列哈 ，n 中的哈 ，S n 呢是等于四十八啦。好 ，S 呢二 n 等于呢六十啊。他问 S 三 n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？S n 等于多少？是 A 一哦，带公式嘛。A r 一减 r 的 n 次方，一减 r， 是不是？这是四十八，对不对？那 S 呢 ？2n 哈，代公式一减 r 的 a 一，一减 r 多少？有 2n 项嘛 ？2n， 这等于60啊。起码没剩，起码没剩下呢，剩这个哈、哦、，3n 啊 ，3n 多少？是一减 r 分之 a 一，一减 r 的 3n 嘛。要问这个东西啊，我要解哈、哦，这里的话只有两个未知数嘛 ，a 一跟什么？跟 r 嘛。两个方程式解两个未知数可以解出来，解出来要带回去，就可以把3n找出来 ，S3n 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怎么找啊？首先我把一除好了，这除上去好了，除上去。除上去的话，你看哈、哦、，S 呢 2n 哈、哦，除上 Sn 哈、哦，等于多少？这除上去的话，这个都约掉了 ，A 约掉了。变成这个除以这个，啊，这个可以什么？这个可以那个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？这个东西展开来变多少？一减 r 的 a 次方乘以多少呢？一加 r 的 a 次方嘛？啊，除以这个这个啦，一减 r 的 a 次方，是不是？那这是60除以48嘛？60除以48啦。好，那我就把 r 的 a 次方找出来。这个可以用多少？用12嘛 ，12 的话就是 5,12 的话就是4啊，对吧？所以是 r 的 n 次方哈、哦，等于四分之五嘛，减一啊，等于四分之一啊。r 的 n 次方就算出来了。那 r 的 n 次方算出来以后带回去，现在的话哈、哦，不用啦，你不用把那个把 a 算出来。我们直接怎么做哈？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哈，这是 S 3 n 嘛，对吧？我把 S 3 n 的话哈，我除以什么东西啊？我除以它好了，我把一除嘛，就 S 哈三 n 的哈，啊除以48嘛，等于多少 ？S 3 n 除以48哈 ，S 3 n 除以48嘛，是等于这个哈除以它嘛，那一减 r 都消掉了 ，a 也消掉了，剩下这个东西比上这个。一减 r n 次方的三次方哈，比上一减 r n 次方哈，这可以约分的，这可以展开嘛？这展开多少？一减 r 的 n 次方嘛，它乘以多少？乘以这是一加那个多少 r 的呢？二次方吧，哦，就是，哎，这 a 三方减 b 三方嘛，等于多少 ？a 减 b 乘以多少 ？a 平方。加 AB 加 B 平方嘛，好，那1的话等于1平方嘛，加 AB 嘛，哦 AB A 是1嘛 ，B 是 B 是 r 的 n 次方嘛，再加 B 的平方 ，B 的平方是 Rn 的平方嘛 ，Rn 的平方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
好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一的 r n 次方可以约掉，所以变成多少？这变成都是一加 r 的 n 次方， r 的 n 次方等于四分之一嘛，加 r 的 n 次方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的平方嘛，所以这十六分之一。所以一加四分之一加十六分多少？是十六分多少呢？十六加四加一嘛，等于多少？哎，二十一啊。十六分之二十一嘛，心机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二是二十一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 S 三呢就多少？就等于十六分之二十一乘以四十八了。六一六六三十八嘛，三六十八四十八，对，所以答案是六十三。这样很低，没问题吧？哦，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。例题五，我们看例题五啊。好，例题五的话，他说哈，等比数列，例题五哈，某人参加银行储蓄啊哈，年利率10%，十趴就是0.1啊，啊，好，每年复利一次啊，复利计算嘛。如果每年的 年初、哦、他每一年、哦、每一年都存一万元这样进去啊，问第三年年底、哦、结算呢得本利很多少？我们看哦，第一年年初呢存十万嘛，一万嘛，这是一万嘛，二十百千万，存一万嘛，这是年初嘛，对不对？到了年底的话呢，有利息了啦，一加0.1嘛。这是利息啦，0.1乘以十的三方的，这是呢，这是利息。年初在这里啊，这是年尾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第二年的年初呢，第二年年初再存进呢十的呢四次方，再存进一万元了，这是呢第二年的年初啊，第二年的年尾呢，这样这是本嘛，啊，第一年的年初是本嘛，好，没有。第二年年初我刚才讲说，第二年年初的是本嘛，对不对？到第二年的年尾的话，变成一加0.1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啊，再来看啊，再来看这个，哦，第二年的年尾，再来第三年的年初，第三年年初10的40次方嘛，第三年年初，第三年的年尾，一加0.1啊。两底，两底吧，这样底，好，那这都是1.1啊，这都是1.1啊，哈，这都1.1啊，你看哦，这会成一个呢，成一个那个等比数列啊，你看哦，这十的四次方嘛乘出来哈，这1.1呢，从这里乘出来好了，这有十的四次方嘛，乘开来这个。啊，乘以这个，再乘以这个嘛，乘以十，1.1的三次方了，啊，加多少？加这个嘛，这个哈、哦、乘出来嘛，一个，两个嘛，十的四次方，乘以1.1的平方嘛，再加这个，乘以这个嘛，加十的四次方，乘以1.1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把它展开来嘛，这就变成十的四次方哈，它乘以多少？这首项是1.1啊，啊，公比嘛是1.1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一减掉1.1公比嘛，哦，首项是1.1，它乘以呢一减1.1的多少呢？几项啊？一二三三项，等比。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，这算出来多少呢？这算出来哈，这十的四次方乘以1.1，再乘以多少呢？这两个颠倒，这两个颠倒，这是0.1嘛？那这1.1的三次方减一多少？1.1，的三次方等于减一。
等于多少？0.31啦，0.311啊。啊，这样多少？这样的是1.1哈，这3.1啊哈，哦，这去这过来嘛，3.1×1.1啊，3.1×1.1，3.11×1.1啊，等于多少？3.421，3.421哈，啊，乘以10的40万嘛，所以应该是34210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哎，那36410，这里哪里算错了？1.1的三次方嘛，哈，1.1的三次方，这个没有错啊。1.1的三次方等于，哦，1.1三次啊，减一嘛，减一等于多少？这没有错啊，那这里有个 1.1， 对啊，这里有 1.1 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这是三点，这过来嘛，3.1×1.1，三可能刚刚没有成这个的样子哦，3.1×1.1嘛，哦，这3.1嘛，3.1×1.1，3.11×1.1，对吧？它等于多少呢？3421，对啊，3421没有错啊。这个为什么1.1的三次方？对啊，这0.1没有错啊。这跟3.1，看看嘛。1.1的三次方，1.331啊，我看错了，1.331，这是1.331减一嘛，这0.331啊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哦，再减一等于0.331嘛，啊除以0.1，啊等于，啊再乘以1.1，等于3.641啊，这是3.641啊，641，所以是3641啊，我这没有错了，刚好看错了，是1.331才对，不是311啊，这样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例题六。我们看例题六，例题六他说有三个正数哦，它成等差，其和为36了。若各数依序加一是43哦，又成等比啊，求此三数啊。啊，为了方便呢，我把这三数成等差嘛，我把这三数哈设成 a 减 d 啊 ，a 它跟 a 加 d， 好，这个三个的话成等差嘛，有没有？它公差 a 减掉这个是公差是 d 嘛，这公差是 d， 那这个有什么方便处呢？因为你在一加的话哈，公差就消掉了，那中间那一项就可以算出来了，哦，三项加起来是36了，你把这三项加起来。就是 3A 嘛， 3A 是等于36了，所以你中间那一项就知道了 A 等于多少， A 等于12，哦，中间那一项 A 就12就已经知道了，那依序呢加多少，加1443，哦，这加1的话是 A 减 D 加1嘛，啊，这加1的话是吧，是12加多少，12加4嘛，这16，啊，这个加多少呢，加43嘛，A 加 D 再加43啊，最后呢成等比啊，成等比代表这个平方等于前后两个呢那个相乘啊，所以16的平方齁，哦，就等于多少呢，等于哦啊，这个是 A 是啊， A 是12嘛，所以这样这是13减 D 啊，13减 D 啊乘以多少，这12嘛，对吧，
12+43多少？55啦，55呢？这是55加 D 啦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D 算出来，把这个负 D 的平方嘛，这样交叉项，13减55嘛，这样多少？55减13，42，哦，这是负42，哦，就减42嘛。减42 D， 啊，再加多少？55×13，13×55嘛，53×15=65，这是715，715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 D 算出来，我通通把它呢移过去 ，D 平方加42 D， 加多少？16减掉呢？16平方减掉715了。16平方了哈，减到多少？715，你说多少？196，负459，应该减459。利用是196呀，这应该196。16的平方啊，256啦，这256啦，256减715是459。啊，等于零啊，兄弟。然后我们看看这能不能交叉相乘哈、哦，这个可以用九来除了哈、哦。459用九，9×5=15嘛，9×1=9。好，那要51跟九，51减九多少？刚好42嘛，所以这是11哈、哦，51嘛，啊九嘛，啊因为这里正的嘛，所以这里是加的，这里减的。所以 D 等于多少 ？D 等于9，或者负51啊。那负51不合了，因为它三个都要是正数嘛。你这12减掉51就负的啦，所以这是不合的。这里不合了。那所以 D 是9，那 D 是9的话，所以三数多少？三数多少？三数12减9嘛，12减9多少？3一个嘛，那就是12。那、啊、再来12+9，多少？21啊，32×21，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七题啊。第七题的话，哈。它是个正数了哈，正整数 A、B、C、D 啊，好，这个成等差，等差，哦，这是 A 啊，啊，这个呢成什么？成等比 ，unity 啊，这成等比啊，哦 ，A、B、C 成等差，哦啊 A 啊 B、C、D 成等比啊 ，B、C 成等比。D 加 C 加 D 等于是9，那求 A 值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哦，成等差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 B 哈、哦、是等于呢2/A+C 啊，对吧？然后这成等比呢代表什么？代表 C 平方等于 VD 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现在他说哦 ，A 加 B 加 C 是12 ，A 加 B 加 C 是等于12。但是啊，这个啊，各刚好是等于3吧，3 b 啊。因为这些哈、啊，这里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哦、啊，是等于这两个相加嘛，它除一半嘛，对吧？这两个加起来刚好是它的两倍啊 ，a 加 c 等于2 b 嘛，是不是 ？a 加 c 等于2 b， 所以这是3 b 啊。所以你马上知道呢，得到 b 等于多少？3/4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、啊、再来我们看看哦，这个 b 是等于12了哈。好，那 b 加 c 加 d 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19。好，那 b 的话是等于4的话哈，我就这样哈 ，b c d 嘛哈。那 b c d 的话呢 ，c 就等于多少 ？c 就等于4r 嘛 ，d 就等于4r 平方了。b 加 c 加 d 等于19，4+4r 加4r 平方哈。等于19了，
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我就开始解啊，解 R， 把 R 解出来，四 R 平方哈，四 R 平方的话呢，是等于多少？哦 ，BCD 哦，对啊，四 R 平方的话加上四 R 哈，它减多少？四减十有多少？是不是15？是不是这样子？等于零啊？那这能不能交叉相乘？二吧哈，三五吧，十减六刚好是4嘛，减加了六，是不是？哦，不对了，应该加减，加减。所以 r 的话等于二分之三，或 r 等于呢2/-5。然后他有没有说正数哦？那如果是正数的话哈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不合啦。为什么不合？因为我知道的话 ，c 等于四 r 嘛 ，b 等于是 c 等于四 r。那你这个如果 r 是负的话，那 c 就小于零了。他因为他说是正数啊，这四个数都大于零，所以负的不合啦。那负的不合以后的话呢，我就知道说啊 ，c r 是等于二分之三嘛 ，c 就等于多少？四乘以二分之三，二得四嘛，所以等于六。但是呢 ，BC 哈成等差嘛 ，ABC 成等差嘛，所以东比 D 等于多少 ？D 就是 C 减 B 嘛，六减四嘛，所以公比呢，公比是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不是公比啊，公差了，我讲错了。这公差是二嘛，所以 A 等于多少 ？A 就等于 B 啊，减掉公差嘛。b 减掉公差 d 嘛，因为呢 b 等于 a 加公差 d 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 a 就算出来了 ，a 等于多少 ？b 的话是等于4嘛，啊减掉 2， 所以答案等于2了。现在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回去要马上做哦，好、哦，不然会忘记哦，好、哦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？那剩下三分钟，我们例题八的话呢，讲完就下课了。好，例题八呢，他说设 A、B、C 为相异实数了啊，请讨论呢二次方程式 ax 平方了哈，加上呢2bx 加上 c 等于零，根的性质啊，那根的性质当然就是看判别式了。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小判别式啊，小判别式是二分之这个东西嘛，啊减掉 AC 啊，哦本来大判别式是这个 B 平方嘛，这个东西减掉 4AC 嘛，那我小判别式把它除以二，就是二分之这个东西嘛，啊减掉 AC， 也就是说 B 平方减掉 AC 啊。我们现在问这个东西，到底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还是等于零啊？好，第一个他说成等差嘛。A、B、C 成等差嘛，哦，这成等差，哦，成等差。那成等差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 B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 A 加 C 啊。哦，如果这三个成等差的话，那 B 等于二分之 A 加 C。好，那 B 平方呢？则德尔塔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 A 加 C 平方嘛，减掉 AC 啊。是不是？那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这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哈四分之 a 加 c 的平方减四 ac 嘛？那这个认不认得？这个减这个以后变成多少？变成 a 减 c 的平方吗？认得吗？这知不知道？这减这个什么这个？知不知道？知道哈？那你看这一定大于零啊？然后他说有没有相异啊？相异实数嘛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嘛，不一样的话一定大于，对吧？所以说第一小题的话就是说两相异呢十根呐、啊，两相异哈十根。好、哦，如果 A、B、C 呢三个成等差的话呢，解出来是两相异十根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他说成等比。
第二个啦，成等比啦，第二个。第二个他说哈 ，A、B、C 成什么嘞？成等比啊。那成等比的话，我就知道那个判别式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 B 平方减 AC 嘛。啊，那成等比的话，就是 B 平方哈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 AC 嘛。所以判别式 B 平方减 AC 等于零啊。所以是重根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没问题吧？好，还要不要再做一题？好，再做一题好了，不然的话，那个这样的话也很浪费哈，那个录音那个也很浪费。我们看例题九，例题九他说哈，如果呢 x 哈不等于一啊，四球哈。这个的和啦，一加二 x 加三 x 平方号，加到 n x n 减一，这个和多少？好，那要怎么做哈？这个的话哈，我把它乘以 x 了，把它乘 x 看看，这乘 x 以后的话，一乘 x 变哪变 x 嘛？二 x 乘 x 是三 x 二 x 平方了。哦，乘 x 过来嘛，乘 x 过来，二 x 呢平方，点点点对。啊，这个乘 x 多少？这个乘 x 的话是 n 的 x n 次方嘛。啊，前面乘 x 多少？前面乘 x 的话是 n 减一的 x 的 n 减一次方嘛。然后给它相减。一减以后哈，一减 x 的 s n 哈等于多少？等于一加 x， 这是等比啊，加 x 平方嘛，一直加，一减的话加上 x 的 n 减一嘛，再减掉多少哈？减掉 n 倍的 s n 次方嘛。但是这个是成等比啊，所以这等于啊，这等于一减 x 分之一减 x n 次方嘛。减掉 n x n 次方，了解？了解吧？那 s n 就算出来了，就等于一减 x 平方嘛。这先把它通分好了，通分以后变成一减 x 哈，通分多少呢？一减 s n 次方，减掉 n s 的 n 次方，加 n。xn 加一，然后把一减 x 除过来，就变成一减 x 的平方嘛，一减 xn 次方，啊减掉 nxn 次方，加 nxn 加一，这样合理，合理，没问题吧？回去最好马上做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。